仪式开始。哎，我想好了，第一场求吉，慕容华，江南首富慕容的庶妻女。好啊，一字不错呀。以相识以榜第25名考中举人，此番是他第一次入京。女儿家不好好读书，可是要嫁人的。第二场求吻。既然要参加安科会试。 怎能不去文正楼？小人只想升官发财，可不想受牵连。那这第三场，求什么？你若考不上，本王养你三年。小人走个后门，安排个名次。那小人要是高中了呢？咱们翰林院还是第一次有女子为官的。在下慕卓华，见过各位同乡。一个小姑娘。 料得也羡慕起风了。那位是荆轲探花慕卓华，从城乡僻壤的小地方来的。这有道理哦，哪有胆来这儿啊？她不过是个庶女。此路并非青云梯，而是料峭壁。燕雀纵有鸿鹄志，却也无力上青天。女子就算考中进士。 也不过是回家相夫教子。女子就一定要成婚嫁人，就不能实现心中抱负吗？废除恩应这一事，得大张旗鼓的管。如今乾坤已定，岂是一个小小的慕卓华能撼动的？所以只怕不是个结束，而是个开始。一步一步走向你。卓华，愿以身为上，落下这第一刀。 我想要通过自己的力量，让南城的百姓未来的日子都变得清明祥和、安居乐业。这一日也一定会到来的。